乡亲啊，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宏，曾教授哈，电机博士，今仔来遮哈，跟咱乡亲交换知识啦。交换什么知识呢？黑的蓝，从以诈骗惯犯蔡英文为首的这一群政治军官党、民进党哈，忽然台湾人哈，感觉见笑了，真正无地自容。来，搁听一遍。黑的蓝，从以诈骗惯犯蔡英文为首的的政治军官党、民进党，忽然台湾人哦，感觉哦见笑了。硬气啦，真正哦，来是安尼啦。我先讲吼，我吼，古早时代，我读军校，我1976年去读中正理工学院，到1980年吼毕业。迄时阵吼，以黄信介因只前辈吼所带领的美丽岛吼，甚至尾啊发展做吼。民主进步党，这是台湾人的光荣呢。好，伫2012年吼，台湾吼出一个蔡英文，好代表民进党要出来选总统吼，这是台湾人的光荣呢。来来看好看好，2012年，我就甲蔡英文的提示，当初啊，吼，我以台湾人，以民主进步党吼为光荣，甚至于在2012年的时候，蔡英文的提示出来，二话不说，1300、1500、1000免走。吼，讲到民进党是咱台湾的光荣呢。啊，即马一个吼，2016年吼，好不容易吼，让民进党跟蔡英文上来了，我千想万想，绝对袂想着讲吼，民进党和一挂安尼乌啊变作啥呢？笨死了。变做咱台湾上界大的见笑啦，真正吼，愈想吼愈硬气啊，不懂啊，真正是叫不懂啊。较早细汉的时候，阮老爸咧骂人吼，那骂人吼上界吼精彩的一句话，不懂啦，啊，真的是不懂哦。来看卖一下，蔡英文吼过去吼，伊实在是吼，实在是哦本地吼，伊过去四当吼，伊若好好啊做。什么哈？这个司法改革、转型正义，还有哈这个赵丰银案，还有庆父案，你如果好好的干，好好的弄，台湾人都不会计较你是不是博士啊！真的啦，我这群人哦，拢也未跳出来了。啊，就是哈，啊，真正过去四当哦，不懂啊。什么司法改革、转型正义、赵丰银啦，你做这些笨色代志，让咱台湾人感觉吼见笑的。所以讲吼，阮这人啊跳出来，啊尤其要跳出来，谁来跳出来？第一嘛，太突然的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贺德芬贺教授，吼，你甲压压讲吼，伊根本都无破书嘛。啊，一个出来以后吼，说大家有兴趣呢。啊，拉了以后呢，嚯、哦，我妈子诶，彭文正，彭教授，彭博士，台大新闻所所长，彭文正，彭博士，就直接掀了嘛，他根本不可能是博士嘛，以我吼过去吼破书诶立场，安尼甲看了以后呢，总统府派出来遮啥物洪崇彦呐，啥物有诶无诶遮吼。啊，全部一定拢是阿萨布鲁呢。我若好好甲听落以后呢，真正哦，真正的博士历程哦，根本都唔是因这顶讲的，啊，这顶拢是阿萨布鲁的啦。你们这些阿萨布鲁的，没有一个是博士啊，讲的哈、哦，把博士的内容讲得头头是道。我听你的罗勒咪啦，博士的历程有这么台湾整个博士的休息的过程，竟然被总统府这群阿萨布鲁，再加上哈、哦、这个37年的诈骗惯犯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哦，整个扭曲掉了。台湾的博士休息，人家哈、哦、在世界上博士的休息历程哈、哦、是非常严谨的，啊，说好人家阿萨布鲁的公告哦，
台湾的博士拢全部拢无值钱呀！啊，真正哈、哦，贾博士哈、哦，啊，冲刺总统府了。啊，曾博士呢，满街哈、哦，养家活口了。啊，真正哈、哦，这阿萨布鲁的哈、哦，现在已经讲到哈、哦，完全没有羞耻心了。啊，就是哈、哦，这阵的哈、哦，这阵呢，明明蔡英文他不是博士。他是假博士真骗子，来，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，这个 T 恤是咱乡亲哈，每个人捐进来的，本来是要捐在4月11号的中华路捷运站的6号出口，我们要户外论坛的，我贺德芬还有一旁诶，呆呆教授哈，要站出来哈，看咱。看咱哦，乡亲一个户外论坛呐，啊，但是贺德芬哈，贺老师哈，他比较语重心长的哈，来跟我讲哈，好，跟我讲哦，我们哈必须要以参与者的健康与生命的出发点来考量整个户外论坛，不得不延期呀，哦，不得不延期，延到什么时候？4月11号。中华路捷运站6号出口的户外论坛，假博士真骗子，你有没有羞耻心？这个户外论坛呢，我们哈延到什么时候？延到哈武汉肺炎的疫情哈有改善，被全世界认定哈说已经安全了，就像 SARS 一样，当年 SARS 公元2000年的时候的 SARS 一样，当疫情解除了。我们二话不说，蔡英文还在那边很得意洋洋的话，我们还是一样照常上场。户外论坛，假博士，真骗子，蔡英文，你有没有羞耻心？那么我们前进的路线变换，哦，我们声讨假博士、真骗子蔡英文的声势，哦，绝对不会因此而减弱。我们前进路线改变，制作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的 T 恤，这个是哈厂商第一次送来，我希望他字修改小一点，现在改成这样子，然后呢这个字呢，我再希望他哈，再要求他哈，再降10%，然后呢把这个领口哈，把这个字哈往上提差不多哈2公分，这个衣服都是。咱关心户外论坛的所有的乡亲捐进来的，所以说哈，全部都可以说是免费赠送，只要你们 email 给我哈，你们因为可能是4月10号，厂商就送进来了，有400件，第一批400件，然后我们哈有 email 给我来索取的啊，我通通会，我已经电脑建档了，到时候呢，只要一收到。我马上就开始一面花了，一面花了。明明蔡英文，你这个假博士，你这个真骗子，你诈骗台湾37年，你在过去4年的执政，全部哈用谎言治国，谎言治国不打紧，哎，因为不可告人，你还告人，你还告了贺德芬，你还告了林环强，你还告了。彭文正博士，所以讲吼，台湾现在吼，和一挂吼政治金官党吼，当道，哎，当道吼，我真正，我本来是打苍白菜啦，哦，啊，真正看啊激到，看袂落啦，啊，恁爸就跳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后面还有一票人会跳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好你家仔，我本来哈。在2、3年前我的好朋友要把我介绍透过罗志政的管道进入民进党，我的好家仔，我没有参加民进党，啊，如果参加到民进党，您爸怎么一世人跳入黄河洗不清，我没有见笑动，真的好，那么现在要跟大家讲，现在这个民进党说到课上呢，啊，以前选举的时候在正常的成绩，恁即马台湾的选举吼，即有够悲哀啦！选举悲哀上呢，台湾的民主的历程里面，现在已经进到
透过正式的选举没办法选贤与能了。啊，现在来讲没办法选贤与能，你敢看这边的总统选举啊？这一挂吼政治金官党、民进党，他们在还没有进入总统大选前，党内的初选就透过吼乱七八糟的手法，什么全民调啦，什么狗屁东西、狗屁倒灶，把蔡英文就这挂。这挂蔡英文跟新潮流系统的哦，这挂哦，就把当初想出来角逐的赖清德干掉，赖清德干掉，我咧，大家看袂落呀，大家看袂，哎，啊了以后呢，好了，台湾的选罢法规定要按照程序来哦，哎，吕秀莲他也跳出来联署。希望能够破300,000人以后呢，能够进入总统候选人，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。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透过选贤与能的手段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运作了啊！所以说呢，台湾说怎，台湾的本土呢，说无够人出来跟蔡英文拼。啊，干啦！剩这个国民党含这个青民党，哇、哦！啊，即马啊，讲了够有道理啊！啊，不然你要选给国民党哦，我嘞，真正整个 LP 都是火。在今年过去半年整个选举的发展过程里面呢、啊，真正阮台湾人看啊，切心呢，看啊，真正哈，整个 LP 都是火了。啊，真正这是变哪讲？台湾的选举出足多啊！双姑最多啦，吼、哦！第五性改，这个美丽岛杂志社风起云涌，大家出来吼、哦，出来干国民党。哎、欸，这些五性改迄阵美丽岛因出来什么吼？吼、哦，我真正吼、哦，我迄阵做兵呢，中校呢，我住伫吼国防部鼎新营区宿舍呢。听到讲遐民权国小哦，民族国小，今天晚上有美丽岛的某某人哈的哈什么惜别餐会啦，路肩惜别餐会，我勒拉去啊呢，哎，辛苦红阿飘吼，全部拢填了了呢。那时候哈，把钱丢出去哈，这个捐献给民族进步党的前身美丽岛杂志社，这样嘛，我们身上哈都感觉非常光荣了。非常光荣了啊！想不到吼、哦，黄信改因一挂吼、哦，阿达达吼一路传下来的美丽岛的精神，到民主进步党很出一挂吼，做做变成不安呢。有时午夜梦回吼、哦，这个蓦然回首，啊，台湾的民主政治，哪会讲会有蔡英文一挂新潮流一挂人哦，不啊变成安尼啦？不要让台湾人感觉更小了。来了来了，别讲了，形势比人强哦。啊，搁有啦，甲咱乡亲交换知识个。有一个叫做杰森利哈，杰森利的一个哈、哦，美国生的一个人哈、哦，他人住在台湾，他做了一个影片，要求哦，张彭正彭博士也咧讲哦，嚯、哦，他看过有史以来。最精彩，而且最有说服力、最有系统、最有组织性的一个哈一个影片呢、啊。这个影片是描述说哈，这个1月11号，蔡英文因这挂是如何的坐票，而且他坐票400万，全省10,000多个票投票所，每个投票所呢都偷换了400票。400票等于400多万票，做了400万张啊！而且他那个影片哦，我这样哦，很仔细的20-30分钟，很仔细的看下去哦，相当有说服力，而且相当 relatable。嚯、哦，我刚刚吼，嚯、哦，我靠，赞的！我刚刚讲吼，要介绍来，哎，好朋友我来看一下你啊。杰森利马上被警方哈、哦、约谈，啊，只差没收押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马上下架。下架完之后哈，不能再上架，不然的话就关。要挟我台湾是什么小孩小孩啊？跟他哈清华大学化研所所长赖昭正所讲的，哎、欸，怀疑不需要证据啊，
怀疑不需要证据啊，哦啊，我们只是建议乡亲哈啊，起码这个接生力的这个引带哈，哈、哦，相当有说服力了。关键破除掉呗，像彭文正，全台湾品质最高的彭文正彭博士，他昨天都在影片里面都讲了。他多心服口服，我这个电机博士我一看，要求哦，哇，怎么讲的那么客观，而且讲的那么 reasonable， 而且理论啊、组织啊都相当解释的很清楚。啊，小梅高就下架，按的合格在有人把它当落下来，然后呢，加拿大的108演播室哈、哦，这个陈老师呢，他也把它换上去，主机换在国外，看你，可能更小，刚刚更小的这点政治军官党、民进党哈，你再如何去围剿？你把全国的媒体，从党外的三明治、三立、民视、自由时报，料呢，甚至哈，我拢怀疑哈，这个相当深蓝的联合报、中国时报全部被收买，哇，这个。蔡英文这个诈骗惯犯哦，还真有本事啊！连蓝绿两个主流媒体，他都有本事收买。这个哈、哦，已经让台湾进入了哈、哦、蒋介石年代哈、哦、那种哈、哦、以警种抓人的那种氛围啊！哎，那时候真的是密不通风的，全部主流媒体全部被哈、哦、被锁死。现在差不多了，现在差不多了。所以讲哦，来。跟咱乡亲讲，我甲咱乡亲介绍，接生力的那个影带，他讲述了1月11号，叫政治军官党以诈骗惯犯，这个蔡英文为首的这个诈骗惯犯，诈骗台湾37年的政治军官党，民进党，可能刚刚变小，可能台湾人刚刚变小，哎，这太不动哎，太不动哎。觉得呵呵，民进党和一挂人吼，乌鸦变这种泰戈纳德了。他介绍这顶泰戈纳德的民主进步党，他们是如何的坐票400万票，来赢得这次哈不民意的选举啊！啊，我是认为哈，他有说服我，我是认为他有说服我啊。这个影片哈，接生力的原版已经被下架，但是108演播室他还在。那我建议我们乡亲哦，全部去看。还有，已经有很多乡亲哈 ，email 来这边，我的信箱 tmh6742@hamil.com，tmh4728@yahoo.com.tw 来跟我哈、哦、索取哈、哦、这个 T 恤，尽量叫尽量两个 size， XL跟 M， 只要你有 email 进来。我现在已经在逐一建档，只要 email 进来，我的贴纸马上贴好，马上就出去，马上就出去，哦，哎、啊，咱乡亲老介意，听讲穿今天的衫，出去外口会有警察抓。我私底下讲，有很多警察，还私底下我的好朋友跑来跟我讲说，赞啦赞啦，到时你来给你上一件给我，啊，搁有，啊啦。制式的警察说要抓的话，咱全部拢甲清出来，啊，全部拢来加甲吼开同协会哦，啊，看你的加甲会爆满未？我讲全部都违法，就是全部不违法。而、啊、我们的违法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吼、哦、卷起假博士蔡英文，哦，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，啊，讲真的，要抓有什么好抓的？啊，明明你是吼、哦。真骗子啊！啊，你的真骗子是因为你是假博士啊！啊，不然你就拿你真博士的证书给我看啊！你要问我真博士，哦，曾淼红真博士啊，我就讲了很多遍了，请你 Google 马上搜寻哈、哦，中央图书馆光博硕士论文官学资料库进去以后呢，你用精准查询曾淼红，哦，博士论文马上就出来，马上就出来，我的博士论文专讲什么？21世纪哈，美国华府白宫如何指挥全世界所有的军队的
的直管通知情监侦系统，来 C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直管通知情监侦系统。21世纪，美国川普总统要跟全世界各一个战场的小炮玩家，都是透过小弟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去指挥战场的。哦，啊，以上吼，我讲你听，博士啊，随时讲话吼，也免看稿啦。博士吼，随时吼讲话吼，就直接讲出吼东西啊。蔡英文，假博士，真骗子，哦，诈骗惯犯，台湾37年。你今仔日吼，过去四当你若无，你若有好好啊做，阮家吼，阮家吼也袂跳出来，甲你惹小惹平呀。就是因为你过去四当吼，什么司法改革、转型正义，什么庆父案，什么赵丰银案，什么总统专机印什么300万案，啊，讲啊太哥了，真太哥暖了。所以讲，阮家吼不懂呀，这社会正义公理简直是颠倒血。所以讲，阮家吼快跳出来。啊无吼，阮哦打仓卖菜，阮炸了吼归隐山林呐。江湖奇人常在市井之中，不是我曾淼红一个吼，后面还有一微旁哎，准备被挑出来。现在这挂吼政治金官党是跟所有台湾的江湖奇人对着干，我们大家走着看哦。一个曾淼红倒了。还有下面更多的曾淼红，也有更多的彭文正，全部都是哈高手级的、博士级的。即马讲哈，看你一个输赢。义兄，请雄心喜欢这件 T 恤的，请你 email 给我。那小弟哈，4月10号拿到以后呢，我马上 email 给每一个雄心。咱来个清出来，啊，种乡亲的资源哦，资源哦，有在渐渐的进来，我们会做第二批，做第三批，第四批，直到以蔡英文这个诈骗惯犯为首的政治金官党的这群民进党哦倒地，啊，我们就继续玩，哦，我们会继续做，让全国每一个乡亲人手一件。好，义兄，4月11日。这个中华路捷运站的户外论坛，我们先哈，把战线转换，做这个 T 恤，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，随时改变我们的格式。那我一看你那个衣服啊，这是第一 Virgin One、Virgin Two、Virgin 跟那 Windows 那个 Virgin 1.0、2.0、3.0的 ，OK。那我乡亲对我的内容有意见，请你哈。订购订阅订阅不是订阅订购，因为乡亲哦，资源拢入来啦，即拢吼准备要免费送啊！啊，你若有寄付吼，我若有寄付无寄付，我拢甲你寄哦，小弟吼，好 ，OK， 对我意见，对我的代志有意见，内容有意见，请您 email 入来哦啊，咱 YouTube 顶完订阅啊，给我发言啊，你讲的拢什么放屁话、闹塞，我来讲哈。你若要讲迄落太过暖热话吼，小弟不奉陪啊，讲一些理性的话，我会接受。我还有乡亲哦，要捐给我好多个贴纸啊，贴纸上面写的哈，假博士真骗子，蔡英文大骗子哦，不懂太哥，吼吼吼，我讲 Thank you very much， 欢迎哈 ，OK 啊，好，海南乡亲搞我地形 ，OK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